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31号，现在是11:06。我们今天要去老街，什么老街？北埔老街。北埔老街。对。我今天来拍影片，是因为我跟品峰快要回去日本，然后在日本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，所以今天是当作练习。今天用品峰的手机拍，然后因为我以后去日本就没有电脑，所以后面是用 iPad 的剪片。我想试试看。我们原本是11点要出门，但是刚刚叫外送点早餐，外送人员送错，我们点一个原味蛋饼跟一个超厚鸡肉满分堡，结果他们送到葱抓饼加起司，然后你的是什么？香鸡汤卷。香鸡汤卷，然后两杯特大杯奶茶，所以我们奶茶喝完再出门。对，拜拜。好热哦。骑车30分钟对吗？30几分钟吧。30几分钟。热了。我的可爱的车子去日本就不没了，然后让给屏风的爸爸们。我们到了北埔老街，再往前走。热吗？超级热，今天。超级热。30几度了，都已经10月中了。还没。好。夏天还没结束的感觉。然后客家擂茶、客家料理。这里是很多客家的东西。嗯，客家料。客家料。卤味。应该是擂茶吧，这是擂茶。啊，太近了。有点像抹茶。我刚刚喝擂茶，第一次喝，是还不错喝，有点像抹茶，抹茶冰沙。但是他说他不喜欢。你不喜欢？我不喜欢。好热哦，时间不对的感觉。Hello. 但是很多人。真的。这边有庙。我们今天来这边的原因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，霍山夜市，或者是旭林斗夜市，那边有卖
鸡脚，然后屏风很喜欢。然后那个鸡脚的本店好像在这个北埔老街，所以我们来找那个鸡脚。我们现在是靠这个名片走，快找到了。吗？嗯。快找到了。好，有啊，那边写中山路。中山路左转，应该在右手边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中共的地方。那就是这个乌骨风爪，分别太高级了。对啊，这是本店，应该有开吧。谢谢，阿姨的真面目。嗨，太吓到了，我们以为是哎，阿姨是新竹的夜市部门的营业小姐，要是老板，结果是老板娘。谢谢老板，快笑死，真的，终于拿到了，耶、yeah ！同一间。而且是冰的，比较好吃。听说，哎，打开门都是鸡脚。对啊，我想说这什么店，我没有鸡脚。对啊，里面都是放东西的。放东西。好好笑。这块也是五花。内湾老街真的没什么扰乱，内湾是真的没什么扰乱，很不错，也蛮好逛。对啊，可能以后还会来。嗯。
而且蛮近的，只是都是山路。嗯。跟别的不一样，别的没什么山路，这个超多山路，整个都在骑山上。很多垒墙，我以后可以体验看看做垒墙。好，那我们去温暖的家。不是凉快的家，凉快的家，拜拜，拜拜。